叶宇恒先生1999年己卯年，己属土，卯属木。你的大姓叶呢，上面是草字头，草属灌木，那你天干属土，是木克土，代表呢你的贵人呢要往外求，你要出外逢贵，要远离两老，要靠白手起家，要靠自己，那你赚钱的形态呢是不轻松的。你的名字宇恒取得不好，中间这个宇字呢代表人际关系，代表感情世界，这个宇字呢属兔子的男生呢尤其是不能用，因为鱼呢的宝盖头下面是一个鱼，也就是鱼者我也的鱼，你属兔子，那宝盖头下面写一个兔子的兔呢就代表冤，就是冤枉的冤，所以这个字呢你不可以用。那因为我们名字的中间呢代表人际关系，代表感情世界，所以你感情这条路你会走得非常的辛苦，并且呢你贵人没有，小人好多，小人呢都在你的背后扯你的后腿陷害你，所以你的运气呢是特别差的，这辈子呢你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呕。最后这个恒字呢代表工作事业，代表钱财，也代表一切事物的总结果。这个恒字呢属兔子的也不能用，因为它是一个竖心旁，竖心旁呢代表带骨头的肉，你属兔子，兔子呢是不吃肉的，代表呢看得到吃不到是不得食，所以你钱财左手接右手就空，钱财你是通通留不住的，并且付出一切是通通没结果。那其实你工作能力非常强，工作任劳任怨，肯干实干，工作像个男子汉，但是非常可惜，辛苦耕耘的是你，收获的通通是别人，不管你再怎么努力，那论功行赏绝对没有你的份，好康的也通通轮不到你，所以你叫做打江山给别人，到头来呢是白忙一场，因为呢通通没结果，非常可惜。因为名字糟糕，所以它也伤害到你的健康，你的肠胃特别差，并且你的肾脏、脚、支气管跟排便系统呢也通通都不好。